这个女人呢、啊，是全世界最美丽的生物。你还真是个肖迪哥，把你变成狗。哎呀，撞邪了，撞邪了！救人啊！只要你一做下流的事情，马上就会变成狗。这里这么暗，神明应该看不到。可恶，我又变狗了。1月28号起，每周一到周四晚上8点，神仙老师狗。我不要变狗了。